点赞通道开启，请少女表演。老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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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哎，你自己刚看了他们三位的补考，你觉得有可能会成功吗？当然了，在我心目中已经成功了。老肖，老肖，老肖，上次美国一战，魏冰雪唱了王菲《没过关》，而且唱得超好。那就不是他的问题啊。那是谁的问题？当然是那个投票的人的有问题啊。肯定的啊。孟佳，你刚才看到的时候，你对于他们这一场有信心吗？超厉害，超厉害，因为我整个站起来都跟他们一起嗨了。我觉得许思思今天真的是挺棒的，而且有那个发光的点，你找到那个能放能收的点了。许思思一直在跟我讲说他想要证明自己，那他在今天我觉得许思思你真棒。我想说的话很多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谢谢教头，还有谢谢所有的姐妹们特别特别支持我。今天晚上你们三位的补考成绩是否能过，我们还是要通过观众点赞数，标准是300个赞以上。准备好了吗？请看大屏幕。
下一轮。五轮挑战已经拿下三轮，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助威表演家。